啊，第二是财色名食睡，是指五欲熏。本来五尘本身并没有什么的欲望，但是啊，凡夫众生攀缘了这五尘呐，就容易升起了五种欲望的心理。接下来看"过"这个字，"过"是过旧的意思，属于因地，这是对自己来说起邪心、污真理，开启邪恶的心，污染了真心的道理。再看"患"这个字，"患"是灾难、患难的意思，属于呀。果报，对自己呀，是损德性、丧志气，损害自己的德性，丧失了远大的志气，进而害了别人，败家亡国。强身害道，家庭败坏，国家灭亡，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，也败坏了度化众生的大道。这五欲呀。又名为五见，也就是说，五欲处理不当的话，像拿五支弓箭，反过来射杀我们自己的生命，甚至攀岩五欲。哦，破坏种种的善事，例如黄金是毒蛇的典故，这是佛陀啊，在舍卫国的时候啊，有一天和阿难。走在旷野当中，正在行走的时候呢，佛陀啊，看到田边有一堆的黄金，佛陀啊，就指着黄金，对阿难说啊。阿难啊，那是毒蛇。阿难啊，看着黄金，也回答说啊，是的，佛陀，那是毒蛇。就这样，佛陀和阿难啊。一边说，一边走过去呀。这个时候，有位农夫啊，在旁边耕田，听说是毒蛇啊，就走过来看看，是什么毒蛇？一看呐、啊。既然是黄金呐、啊，心里呀、啊、觉得很奇怪。
明明是黄金啊，那两位沙门怎么说是毒蛇呢？他们两位沙门啊，为什么不拿？岂不是太傻了吗？于是啊，就把这堆黄金挑回家去呀。本来啊，这位农夫很穷，生活困苦啊，因为得了黄金啊，忽然之间啊，就转贫穷为富有啊，生活也过着很舒服啊。这突然发财的消息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就传到各地呀、啊，也传到国王那里呀、啊。这个时候，刚好国王发现，国库的黄金不见了。国王啊，就怀疑是这位农夫偷去的，就把他抓起来审问。但他所捡来的黄金已经花得很多了，无法全部缴回国库，最后啊，还被判死刑啊。临行的时候，他吓得魂飞魄散，不知不觉地一直念着：“阿难，那是毒蛇。是的，佛陀啊，那是毒蛇啊。阿难，那是毒蛇。是的，佛陀，那是毒蛇啊。”临行官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断地念着阿难、毒蛇、佛陀、毒蛇，便向国王报告。国王在询问这位农夫，农夫把当天捡到的情形，听到世尊佛陀和弟子阿难的对话，重说了一遍。当时我就是因为看到那是黄金，才起了贪欲的心，就把黄金带回去啊。今天啊，才悟到黄金确实是毒蛇的道理呀、啊。国王为了证实这农夫所说的话，就去请问世尊啊。佛陀世尊说啊，确实是有这回事。于是国王才相信黄金不是这位农夫偷去的，才把它释放啊。我们从这个故事就可以证明，武艺啊，处理不当啊，就会产生过患的事实啊。在《大智度论》上说啊，持五义者，得之转聚，如火自戒。五义无义，如狗啮聚；五义真真，
如鸟进肉，无意烧人，如逆风直击，无意害人，如见恶蛇，无意无时，如梦所得，无意不久，如假借虚臾呀。这是说，这五欲得到之后，转而加剧，升起贪欲的心呐、啊，就像用火来烧热芥菜一样，越烧啊越痛啊。得到这五欲，本身也没什么利益。也没什么好处啊，就像狗虐咬火把一样啊。又对武艺增长的争斗，就像很多鸟在竞争吃肉一样啊。如果对这武艺处理不当，是为危害烧人呢，就像在逆风拿着火把，最后烧了自己呀、啊。无意啊，会损害人民呢，就像脚踩到恶蛇一样，反过来咬你呀、啊。这武艺根本不实在，就像在梦中得到东西一样，本来就没有啊。纵令得到武艺是不会长久的，马上就会失去呀、啊。就像短暂须臾的时间，假借一下而已呀、啊。接下来看经文，虽为俗人呐、啊，俗人是指一般素食人，这里就是表明在家学佛人的身份，不染世乐，常念三依，瓦钵法器，自愿出家。这四句呀、啊，是说我们在家学佛人的存心态度。不染世乐的染，是沾着沾污染污的意思。世乐是指素食人所喜欢享受的乐趣，一般呢、啊、有十种，就是啊，女色、财宝、声名、饮食、睡眠、家宅、田园、衣服、眷属、富贵，这十种就是喜欢男女之色，喜欢有很多的钱财和宝物。
也要有好的名声，吃也要有好的饮食味道，睡眠也要能够充足，又能安稳。住的房舍呢，家宅要宽广，也要有很多的田地花园。穿啊，要穿漂亮的衣服，周围也要有温和众多的眷属，最后啊，能够大富大贵等等。当然啊，我们在家学佛的人啊，对于这些呀，一般人认为的事漏，为了生活够用就好，不要过多的奢求啊，也不要执着这些事物非要不可，有的啊也可以不要啊，那就是不染，不会染着执着，这就是学佛的第一步，最为基本的。说到这里一个段落，我们呢休息一下。说到我们学佛啊，一定要行菩萨道。喜功讲表上写的菩萨二种，这菩萨有两种，第一是出家，出家菩萨，第二是在俗，还在俗家修行的菩萨，就是在家菩萨。出家菩萨，少龙佛种，威仪庄严，律仪皆严。少是继续的意思，龙是丰盛兴隆的意思，佛种是生出佛果的种子，菩萨所行的名叫佛种。华严经三十二上说啊，下佛种子以众生田，生正觉雅，在众生的田地上种下成佛的种子，将来才能生出正觉、正确觉悟的雅。出家菩萨
是为了少龙火种，所以是威仪很庄严。一般常说的是威仪，就是行、住、坐、卧，行如风，立如松，坐如钟，卧如弓。菩萨善戒经上说啊，为修道之人心不换意，若行若坐，常在调摄其心，成就道业啊。虽久于行坐，亦当忍其劳苦啊。挥食不住，挥食不卧，受后住卧之时，常存佛法正念啊，如理而住，以此四法动和规矩，不思虑矣，是为是威仪也。这是威仪，第一呀、啊，是行，是说修道的人举止动物，心不向外攀持，也没有轻躁的动作，念心常常在正念当中，来成就三昧正定，如法而行啊。第二是住，是说修道的人挥食不住，若后安住的时候，随所安置之处，常常心念着要供养佛法僧三宝，也赞叹佛经教法，广泛的为他人演说啊，也思维经中的含义，如法的安住啊。第三是坐，是说修道的人结跏趺坐啊，俨然安静啊，体观真如实相，永结攀岩虚妄的思虑，内心澄清湛蓝，虚空寂静，端正肃穆威仪，如法的俨然而坐啊。第四是卧，是说修道的人挥食不卧，为了调整收受身心，有时暂时的躺卧，也要右胁俨然右卧如弓，心中没有忘记正念，内心也不会混乱，如法而卧啊。也就是说，出家的戒律和威仪都是很严格的。出家中所持的戒律很多，也比丘有250条戒，
比丘尼有348条戒，所以诸经论有3000威仪，80000律仪，身有3000威仪，60000细行等等的说法。但在俗家的菩萨是度众方便，同是方便，律仪喜宽啊。在家人为了度化众生，各种戒律和威仪也较少，也较方便。有的为了同事也较方便，戒律威仪以允许呢，也允许宽松一点啦、啊。所谓同事，就是指菩萨随应众生的机缘而示现和光同尘，与一切众生一起共事，使令众生得到利益。由于这个同事的因缘，菩萨才得以摄摄众生，众生也因此依从菩萨而信受教化，得以进入涅槃的境界。这就叫做同事受，或同事随顺方便啦、啊。又菩萨的戒相有结、断、开、周的区别。戒相是说持戒所表现的相状差别，比如持五戒、守十戒乃至250戒，一一戒当中各有其差别，按照持戒、换戒的轻重，各有不同的相状。一般是指切切实实遵守戒律的相状。再进一步说，戒有戒法、戒体、戒行和戒相四者，这是戒的四科。戒相是有形状，可以一览看到的，也可以区别出来。开始先要明白戒法，这是叙述戒的功能。其次是要明白戒体，这是讨论戒的业性。最后要明白戒行，这是大略指示收受修持的行为。简单的说，内容有说到要节制的，有要断除恶业的，或可以方便开言的，以及周，就是周子不做的事项等等。既然一位在家菩萨不仅不染世肉，更要进一步积极的常念三一啊。常念是早晚昼夜二时，不管是行住坐卧的时候也好，都要经常心心念着，不能忘记。没忘记什么事？出家衣钵，出家修行的衣钵。一
是三一，一有安陀会郁多罗僧身且里。一般在佛法的制度上，称出家师父所穿的衣服叫做袈裟，这有不正色、坏色、染色的意义。所穿的袈裟依其形状，有许多长方形割截的小布块缝合而成，二分为三种，一般称为三衣，就是安陀会、郁多罗僧、僧伽里。第一是安陀会，安陀会中文翻译为中轴衣，五条衣所制成的，是平常起卧的时候所穿着的，也就是中轴的衣服，穿着衬托在身体上的衣服。第二是郁多罗僧，郁多罗僧中文翻译为上衣，是七条衣制成，是做法事入众的时候所披着的，也就是指一般所穿的上衣。第三是僧伽里，僧伽里中文翻译为众髻十衣，又称为大衣，有九条至二十五条衣所制成的，是做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大臣的时候所穿着的，也就是在大众忌讳的时候所穿的衣服，就是在大众集会，比如说是为了传授戒律，或说戒律的道理等等，很清净庄严法会的时候才穿着的。简单的说，三衣，一是坐物衣，纵的有五条，横的有一长一短的五条衣；二是入众衣，又名上衣，纵的有七条，横的有二长一短的七条衣；三是杂翠衣，又名大衣，纵的最少有九条，最多有二十五条，横的有四长一短的九条衣以上的。接着，经文是瓦钵法器呀、啊。这钵字有火部的钵，有金部的钵，都是指饮食盛饭菜用的器具，就是量器。换你是波多罗，简称为钵，就是盛饭的器具，翻译为硬器或硬量器。
小相应、不过量的意思。这瓦钵是指土制的石器，释是要然上说啊，佛前往孙伯的白土村，这个时候孙伯天神禀告佛陀说啊，过去的佛都受用这地方出产的瓦钵，佛啊就允许比丘们使用这瓦钵当作圣幻的器具。熬法器呢，是指行佛道的时候所用的器具，一般啊是指寺院举行法会的时候所使用之器具呀，又称为佛器、佛具、道具。就是指钟、板、木鱼、锥、磬、饶拔、鼓等等物品啊。简单的说啊，就是法会诵经时所用的器具啊。那为什么要在家俗人啊常念三一瓦钵法器呢？就是啊，要在家修行人心心念念向着道业出离三界。所以接着经文是啊，自愿出家。自愿是心自愿望，更积极的愿望是出家。出家是离开在家人的生活，修沙门的清净之行，名叫出家。我们看雪公的讲表，出家种类，出身出心不出，心出身不出，心身俱出。出家的出有这三种，一是身体现出出。